三民宫的吉安庆祥社土移交祭典活动进入最后一天，今仔日上午举办开宴红宴的大祭典，由第64代的张天师率领108位的法师共同来主持。这次祭典更加邀请到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担任顾问团长，大家镇南宫的基金会董事长简清标等贵宾也共同参与。三民宫的主委立法委员柯秀华希望讲透过这个仪式，为全国的人民祈求和平平安。三民宫主委立法委员柯秀华甲108位导师共同迎接第64代张天师主持今日的开宴龙宴大祭典，并邀请大家镇南宫基金会董事长颜清飘等各界嘉宾，做会祈求全国和平平安。这个立法委员啊，这个许淑华，那么他担任这个安龙社土大典的主任委员啊，他邀请我来，所以我们啊。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来敬谢诸神，还有玄天上帝，那他能够让这个安龙社土的大典呢、非常圆满成功。三民宫吉安庆祥社土迎祝大典活动今日进入上尾后一天，除了在时的仪式，暗时嘛陆续有放烟火、明黄红灯表演，现场更有全国上大的美容以及百年大酒等等，会咱讲是相当精彩。照顾到咱今日活动过，不但是予咱三民宫伫即处的万州大典当中咧，非常啊，介伫咱的庙宇当中会当推动非常的顺势。另外一方面，咱上个期待就是讲，伫咱的做酒的过程，啊，予咱所有吼全国拢会当非常的平安。伫即个普渡拢总有3000道，啊，普渡拢总是120道，啊，佫有真侪咱即个活动，啊，佫有真侪咱的诸位大德咧，拢甲咱啊赞助到真侪咱的光彩。啊，即个说法伫遮本组的主任委员，我伫遮在。代表县长到三贤宫来参加吉安建教大典，那希望我们三贤宫从奠基以来，其实对于县里面还有我们和敬平安，我们的县民能够平安赚钱。真难得办理的吉安庆祥社土迎祝大典，规模是相当盛大。三民宫主委立法委员柯秀华也期待旧厝会当保庇国家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